我记得是靠交易吧。哎，我记得是不会采收，他不会去破坏田，这样会吃吗？我忘了。是啊，这只能试看看，还是有人知道？嗯，有没有自动使用道具的东西？有啊，就这台机器啊。哎，它快没电了。不会拿哦。哦，好。我看太久没玩了，脱离了。没电了。就这台机器啊，这台机器是自动采收物资啊。然后我旁边的个漏斗花就会自动把物资收起来啊，所以我这次就算我人离开是全自动的，哎，只是我浇水的话，它的产量会变高而已。村民农场，叫村民农场。我想要看，你说我试试看好了。哦，这东西这么酷哦！我没有生态，好像是搬木头就有了。农业台，对啊，我是种田台。没电了，没电了，充电一下。哎呦，快没电了。要。然后我看一下哦。这个精华需要青金石。也是哎、欸，因为我看他农村那边都没采收哎、欸。嗯。我说好像可以生。可以问一下吗？就是怎么看那把武器原本是用什么做的？Control， 你说因为命名了吗？哦，好，没有，只是因为它真的有点长，看不到全部。嗯，把荧幕拉小，拉小就看。你们不要走来走去啊，冲啥啦？走开啦！走一下嘛。不是，突然很暴动哎、欸！哎呦，谁突然很暴动？不明。Moco 登录了，咦 ？Moco 又不来聊天。Moco 在我家。Moco 不来聊天。怎么的？怎么又断了？哎、欸，伺服器卡了。突然说，插一个精华，插一个终极精华。终极精华，好，不简单。终极精华，终极精华，插个金砖。老师说不清楚，梦魔族农场防爆的话，村民会采收，不会接收食物。好吧，我去采。洒水器旁边放个右键机器就可以，手边一边采洒水。我之前有试过，但是他会把我的水壶扔出来，他会直接把水放在地上。采一采。人家交换没有EE2啦，EE2太夸张了啦，没有EE2，哎，没有 Project E模组，没有，不接收 OP。你说 EMC 那种东西吗？对啊，就 EMC 啊，那就 Project E 啊。EMC 进来的话就有点太作弊了，那个超扯的，就是你可以你登录的东西，就是可以用那个能量直接换出来。嗯，对啊。你们都喜欢那种 OP 的东西，有那个 OP 的东西一出来之后，大家都不用玩了，好吗？好哦，好哦，我出现了，耶，我出现了，妈妈出来了。一个很蠢的问题，我刚刚也问了很蠢的问题，不会，好蠢啊！等等，我调一下音量。啊，你是被哈基吓到了？对，没有哦，我想问那个传送石可以传回我自己家里吗？可以啊，你有没有按过？你自己有登录？你有没有等级？我有一等。那要三等。你先传附近团团家，你先传去团团家、嗯，他那边有那个门票，你去拿。哦，那是我等级不够吗？对对，你先传团团家。三等是不是？三是三等的意思是不是？对。来，你先点团团家，然后他旁边都会有个车票，那就偷吃几口，然后吃到三级你就可以去你家了。这怎么吃？右键啊！右键。哦。嘴巴张开。回家了。嘴巴张开放进去。耶，回家了。嘴巴张开啊。有张开，吃了三口。要我喂你吗？啊、不要。他有糖，我差点。是他自己锄田哦。锄田？锄田？锄田吗？锄田。我要锄田。
这个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偷笑？哈？你为什么偷笑？没有啊，因为我来回来我家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突然觉得。Moco 有开台吗？有有有，有开台哦。啊，好。啊，你们关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可以一直玩。对啊。Okay, okay, okay.今天就一直玩啊，玩个三天三夜。我还以为那是北极熊，原来是全白的牛哦。我以为你怎么家里有北极熊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想说奇怪，这什么天气，这里有北极熊？你不是把误认成羊哦？没有，因为他的眼睛没有像羊这么分开，你知道吗？都有人拿剪刀去剪牛了。谁谁啊？最帅的那个啊！最帅的。了解了解，我知道最帅是谁。对啊，就最帅的那一个，剪下去发现那个那一头羊转过来对他猛吼，回头哦，笑死。嗯，哇、哦，那我要干嘛？我想想，就看你要先玩什么模组啊？谁、啊？你啊？你啊？还是跟凡心一样吧？你听课是要先那个吗？拍片用还是先盖个？没有哎、欸，我好随意哦，让我随意吧。可以啊，我不想纠结这么多了，嗯、请随意吧。可以啊，你高兴就好，真的开心玩就 好。对，我们是不是就是开心玩？开心游戏毫无压力。对啊。哇，你压力来了吗？压力来了吗？马上就来了吗？很有压力，很有压力。谁给你压力？我自己给我压力。好了 ，Moco， 你要不要木头？为什么要给我木头？他木头很多，木头太多，他多到在送人了。为什么你很多木头？因为你种了一排树，然后砍了一下，他种了很多种子。你种了很多种子，种子可以一直换木头。哎、欸，我要给你们看我的墨镜，我的墨镜会。眼睛会露出来，很 sharp 啊！赶紧给我的眼睛。Moco， 你缺不缺木头盖房子？缺缺，什么都缺。哇，你附近木头最多哎、欸！你不要砍那边的木头啦，我给你。不是他不砍木头，他没地方盖家啦。只盖家。没关系啦，你就砍。嗯哎、欸，对。他在森林里面呢、欸。对啊，我在森林里面。我知道啊。这什么啦？哎，为什么我刚看的时候很像是中文，然后我掉在身上是变英文？嗯，我要去Moco家。我家很贵呢，3块哦。你家很贵可以？不会啦，那因为有点远而已。哎，Moco，你是不是有拆过传送石啊？哦，有、欸、有看到，看到。有的在这兒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有箱子？我放的。我家有经验值。我放的，我放的。那你没有留告示牌。我刚刚忘记拿，我来了。靠，这个给你。我要重做了。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做木精华。木精华。你可以用不同的排法，在合成台上用不同的排法合出不同的木头。嗯。嗯，但是请小心使用。会怎么样吗？我的它量很多，嘿嘿嘿，你的包包会瞬间被炸开，就像红酒一样，你觉得还好还好还好。对不起，你说。这不同的排法是什么鬼？你对它按 U， U， 嘿，你就看到不同的排法，它有不同的木头，嘿，哦。然后请小心使用，对。会很多是不是？它是3:16，我看到了。请小心使用。好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哎、欸，如果哇塞，你还给我三组，如果是不小心按到 shift， 我就爆了，就爆了，你的包包就爆了、啊。就像有人不知道是谁做了什么一堆，一堆什么？不知道，反正说他做了什么一堆东西。我做什么一堆东西？你不是说你做错了吗？哦，那个啦，黑胶那个核心啦、啊。哦，
黑胶核心。这是你等下做的脑袋，我做了。脑袋，你的熔炉脑袋。嗯。就跟按钮一样，对啊。我也做过这种蠢事。嗯，这个怎么这个比按钮？按钮是一比一还好啦，它那个比较夸张。这是3:16哦，很可怕哦。你是不是也爆炸过？不然你怎么这么说？对，他差点。好好。对。是不是我今天是不是很早？是啊，你提早开了。有没有很开心？嗯。啊，换了换我这边爆炸啦！哇！爆炸吗？哇！我的告示牌那不 OK 啊？放哪里？他闪，他闪了一下红灯，但马上变绿灯了。请问观众，我刚刚告示牌在哪里？请问观众，不是啊，我做了，可是告示牌怎么不在我身上？那个吧，是不是又坏了？那个吧，上次听台听到睡着就是这个。刚刚他进那边已经又出事了，他的网络又不太顺了。我已经关了。哦，你已经关了。没事哦。嗯。时装啊。种植物魔法吗？这不是植物魔法，这是魔法植物，不太一样。嘿，它听起来很像，听起来很像，但不太一样。植物魔法是它可以，你是不是去采集野外的魔法的东西？但是我是种出很多的元素，不太一样。植物魔法的话是会有魔力的东西，我是没有魔力，但是我可以种出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。长出草皮的泥土哎，打算拼终极水壶啊？没有，我不拼终极水壶了，我拼那个这个高级就好了，因为终极的太大范围了，我用不到这个。经验值那是哪一个啊？吸经验值那个。什么吸经验？经验球吗？就是把身上的经验值提出来的那个。那个你全部工作台打开，全部放铁栅栏。九个铁栅栏。全部放铁栅栏。九个铁栅栏。铁栅栏。叮。小宝宝。啊，是宝宝。经验地漏，对，嗯，然后你只要下面放一个容器，可以，就可以被吸了，被吸了，精华钻石砖，好，钻石砖，容器，你可以再做一个容器，不行，就是要装液体的容器，哦。像你那个什么256的那个铁桶就可以了。嗯，但是你要提出来的话，要用其他方式。啊，我们就是做另一个那个什么储存罐哦。我的钻石呢？储水什么的，聚水那个吗？你没有来我家拿钻石吗？没有，我没有。嗯？40-50颗钻石不见了，40-50颗钻石不见了。嗯，没有哦。牛。嗯，不会被系统吃掉了吧？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再玩吧。没那么可怕。我还有可以挖的原矿。哦，好险。我还有原矿。嗯，钻石呢？你们。灵魂沙到底在哪里啊？找不到灵魂沙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他灵魂沙好少。你要灵魂沙，我有啊。我有点想要大量一点。哦，那你走吧。我没有了。你走吧。哎、欸，我晚上了哎、欸，这伺服器是要一起睡觉才会过白天的吗？你有床吗？怪物很少吗 ？OK。怪物很少。所以暗的要死、欸。我去保护你。你要去保护我，好、哦。哎、欸，我今天去你传送石上面看到那个是什么的头啊？什么头？好像史莱姆那个。你只要有
一个经验方块，再加四个羊毛就可以拥有它了。一个经验方块哦。嗯，就车票。跟什么？那个四个羊毛，上下左右排。一个很大方形被挖过的区域啊，在地狱。很大方形被挖过的区域，你是走到我们家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就到处乱走。应该是在哦，在这里。可以进化水壶耶！它的速度很快，快多了，快多了。不给妈妈腐肉吗？我早就给了哦。我有一组繁星的腐肉，不是繁星给的繁星的腐肉。还好啦，那天小雨直接骂我们。一个是猪，一个是鸡。什么？猪鸡哦？他怎么哈基是猪，你是鸡呀、啊？你才猪！对啊，怪好少。啊，经验值怎么取出来？按右键。哎、欸，你是用什么？你是用什么东西？铁桶啊。铁桶就没办法啦。樱花树，我想要放一个据点。你是用什么？那繁星是用什么？储水罐吧。储水罐，你左上工作台打开，左上、右上、左下、右下放黑曜石，其他放玻璃片。十字玻璃片，然后左上、右上、右下、左下都是放黑曜石。哦，这个角落是黑曜石。对啊，这个超快的。那个岩浆立方怪的战利品也太好拿了吧？很好拿、啊，可是它就没有屁用啊！我刚拿了五个、欸，哇，你也太多了吧！我不知道，一次就拿五个。我觉得它就是那一个大只的会给，然后我们打小只就会掉。因为那时候也是多打一次打到两个，就分小雨一个。好啦，不用担心我要跟你要个灵魂沙，一个而已吗？你只要一个吗？那个。碉堡有一段都有灵魂沙，你看一下。碉堡，你说堡垒吗？哦，对呢。我靠，你家设在这边了吗？啊？你家设在这边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你要不要你的头颅？好啊，为什么你有我的头颅？不要。不要。不要。我一亮刀。不要！我都知道你那个刀也太……看，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。真的啦，不会，他装备会一次，他不会喷装。好了哈。好啊，看我。你准备好了？大哥，你也让我有点心理准备好吗？就是要这样子啊。欸，我死掉了，我在你家。你对呢，你在我家呢，那你从旁边经验拿车票过来吧。我口睡过我的床了。你睡过你的床？我不小心睡了你的床。睡到，不小心睡到了、啊，有点累个、欸，哦，有点卡，我的桌物长不太起来了，有点卡。你也太凶，一下子就给我一刀就。哎呀，这把武器伤害高啊！我预约奇袭更凶啊！手下留情。哇，这把剑攻击力21颗星哦，这也太强了吧！啊，我的头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你站上去按 Shift。好了，你东西回来了，然后你的头在这里。哦，哇，这个角落黑曜石，然后都玻璃，中间玻璃片。片。那这是随便都可以挖起来。对啊，都可以挖。你要吗？就借你，对吧？还是没什么。什么工具都可以挖吗？都可以挖，只是木就。斧头挖比较快啊，知道了哦，知道要怎么做了哦。你是说这个、哦？嗯、啊，对吧、啊？这个其实头颅倒水是最快的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啊，它会被水冲掉。对啊，你试试看。头颅，哎呦呀，排水！我身上有磁铁。排水。哦，灵魂沙可以做了、欸。你要对准他的头，对。我要改造他了。你的头飞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我身上。哦。好啊，把这带走。嗯，我要改造哪一个箱子了？我有一个金箱子，是什么东西？什么金？什么金箱子？哎、欸，丢出来就不见了，
就是是不是我死掉会拿到一张纸、啊？一张纸哦，对对对对，他跟你讲说你的死掉的东西有什么还是什么的，你身上刚刚有什么东西，给你看一下清单。嗯，好，了解。法大锅。好嘛，我先找个据点。好啊。哦。繁星小姐，你来这边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要干嘛？你看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蜂窝吗？对啊，他会怎么样吗？不会怎样啊，他是打掉。哎哎哎哎哎哎，我都要打他、啊。不是不是，苦力怕、啊。好好。赶快吃肉，赶快吃肉，赶快吃肉。哇，这回血也太快了吧！是不是？他比金苹果还恐怖。好猛啊！是这样。四个元素，好。哎，杰克，你是说把蜂巢打掉会被咬，是不是？嗯，那你等有捕蜂王再来抓他们吧。应该不是我打掉的啦，那时候是屯屯打掉的。哦，那你会被咬死吗？我不会啊，你是不要再这个是不是？我不要不要不要，对不起。没有，我说你还要这个吗？你不要的话打掉啊。留着啊，哦、那就可以干嘛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本来想说，如果你会死的话，我想要打一下。蜂窝四处都有，地底、地表、地那个都有，水下也有。嗯啊，对，它也可以照明，还蛮不错的。照明？没有发现那边比较亮吗？啊，你的昏暗，你是不是调昏暗？你要不要调亮一点？显示设定。最亮的。哦哦哦。哦，那边。它是比较亮啊。哦、我怎么看每个地方都好亮？有啦，有亮一丁点。一丁点的那种。你的据点在哪？我在想，你看那边有个大树，还是要这个樱花树，还是？可是我想哦，你说那个那么大的树哦？那你不觉得那树很酷吗？这样就好多了。棒啊！可是我想要住在樱花这里。不然你把樱花树砍掉啊，拿它树苗去种。嗯，另外的，我把附近树砍掉。教练骷髅头也可以用做的、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就这样。因为你家就只有刚。发电器。地狱之心发电器。升地狱之心用的吗？用地狱之心来发电。哦。我记得它发电量蛮高的。我在想，嗯，想什么？把这里铲平，不是铲平了，挖挖挖挖一点点空间、嗯。哇，繁星，你不会是今天整天都在这伺服器里面吧？也没有到整天呐、啊，有离开去剪一下片呐、啊。哦，我那天有好多讯息出来，什么鬼？这样，我在想我以后这里要不要做一个挂网区啊？这样子我就可以在这边挂网。蜜蜂很强，会培育玩基因的话很强之后吧。他也可以帮你用一些东西出来。我知道啊，可以采钻石跟珍珠啊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虚，感谢虚定。先去定，去定完有没有常常来看台呢？你看我的天空很多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我的天空就云啊！啊，你可以用羊毛来做云。那是云？对啊，那是云。嗯，那是假的云吗？哎、欸，会穿透的云，有些云是可以采啦。啊！哦，而且我看到是可以踩的云，穿透云，骑马，我骑马，马云，什么？什么？我就知道你会想做说这种东西，这种东西，真了解我。蜜蜂跟魔法农场很像，
感受得到啊。我之后应该会慢慢陆续用那个啦，蜜蜂，不过要很慢啊，能玩的东西太多了。真的，所以我才开台玩一个，然后影片玩一个。我现在就差不多了，开台那个影片就是做装备而已了。我要做一个安全区，然后以后就可以在这边挂网刷东西了。你首先先和那个模板。对对对对对。这里进来。这边吧。哎，我东西怎么消失不见？你有做吗？还是丢进去了？对，头发没有，算了。然后部件加工台。还是要工具组装，其实都要，都要啊，只是你组合的顺序也有影响。好，你可以它旁边放一个部件加工。那、做个，哎、欸，防爆的话，僵尸是不是就不会破门啊？对。做普通的木门就好了。然后你可以在，哎，我记得我是在他们中间放一个箱子的，就是你箱子上面放一个模具模板，它可以专门放模具的。箱子。你先做一个箱子，然后上面放一个。然后这样就可以做好东西之后，放对对对对对，做好模具就会存里面，然后你可以直接从这个里面拿，就不用再打开了。这个模具箱是对应模具组哦，懂。对对对对对，做好之后就存里面，然后再从里面抽。好。他为什么不会放东西进去啊？下集精华，什么时候关台？不一定哎、欸，搞不好今天可以玩很晚啊！你不要收这个东西啦，初级精华，这个不要拿，难怪他不会送、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最后面再放一个，这边再放一个吗？怎么做一样的东西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做一样的东西？看到啊，奇怪，我的合成表什么呢？再来应该是啊，我看错了。要工作台，什么东西掉？眉粉，眉粉，有眉子粉吗？哇，这眉粉掉在箱子里面，好不明显哦。什么？有看到眉粉吗？超有啊，超不明显呐、啊。对啊，好了，将这些东西以外的，好了，那就基本是这样子。好，可以。好的。嗯，哦，发现东西好多，很多啊。设白名单就不会拿出来，对，我用个白名单就好啦。先下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对啊，我在帮妈妈恢复记忆。对，我用个白名单就好啦。不对，它是 End IO 吧？对，是什么的？看一下 ，HR 对 HR Unity，HR Unity， 我再做个东西就好了。今天差不多，哎、欸，它是有不稳定金属，不稳定金属怎么做？怎么？讲会讲一半就马上就，哎，再来不知道干嘛吗？太多，再来不知道干嘛了吗？太多东西可以做了，挖材料。对啊，你可以先做稿子。月之石。
我在想要一开始要做空灵不奇妙不，就木稿啊，木稿是吧？普通的吗？对啊，普通的就好。然后等到你有石头之后，就改成石头的啊。哦，对，我想起来我干嘛了？我要做白名单。我一开始空军器有用有啊，我说直接给妈妈就好了。什么东西？不是这个木考啦，哦，也可以啊。不是这个啊，你可以用哦，我懂了啦。可是我想一下，也可以啊，反正那个坏掉直接扔掉或怎样的啊。对啊，我想直接去挖头。可以啊。这里好，啊，这边真的很漂亮。好，妈妈，你旁边有历史哎，挖不挖？历史就是可以做那个那个。来，我在下面。在哪？这里。加减。哦，抱歉哦，对，有，这边都有。哦，这是琥珀，铜矿哎，地支水晶。哦，这有矿道。啊，这声音很好听。king king king 对不对？对。月之石好像地底有，不过不明显哦。好哦。哎，有吗？从来没挖过哎。想好，我想要干嘛？啊，我想起来我要干嘛了。恢复记忆。对，读取中。走一走，突然开始读取。走一走，读取。哎，我要干嘛？升级抽屉。升级抽屉，我要。ST 哇，欸，我是不是只用历史的就可以啦？对啊，哦，特矿这里绿宝石的话，绿宝石升级是九倍，好，九倍的话，这个需要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需要好。好，来，我们先做个升级，然后这样，接下来我需要做个这个需要一些木棒。需要做这个需要木棒，又是木棒。好了，讲究绿宝石升级啊。然后，下了晚安，拜。哎呦呀，晚安，晚安。好，这两个我要放在精华的那一格。这样里面应该就有，可以，最大储存 ，OK， 好，这样子我就可以挂很久了，然后啊，我要拿钥匙，我已经忘了，我这是要先做模具，模板，对不对？对，先对，都要从这个先开始，要从木质模板。厉害呀，啊！厉害的妈妈，盖通天塔不用，他会自己来。什么？说帮你盖大烟囱？不用。哦，你说那黑黑那个？对啊，有需要他自己会盖。对。我会盖101层。哎，等一下。哇，发现材料好像不太够。对，说大话会被。而且你附近没有河流哎，啊，有啦，这边有吗？稍微瞄一下你的地图左下角啊，这是海。
普通箱子大小会不会不够？不会啊，为什么会不够？这个一个箱这样子没有升级的，可以放两千个同样的道具，然后我这个是升级了